把靓声真系冇得弹啊！难怪佢呢日举行签唱会，吸引咗过百 fans 到场力撑啦。当中仲有好多小 fans， 真系好 QQ 噶。Jennie Lam 都忍唔住要揽揽啦，咁 sweet 得唔得噶？其实今次签唱会系佢最后一次以环球歌手身份出席活动，所以零舍感触啊。咁啊，系有啲感动嘅，系啊，唔舍得嘅。其实我觉得我呢排唔知做咩好感性咯，即系可能有好多嘅转变啊，突然间咁就即系有时自己静落嚟去思考嘅时候，因为谂嘢嘅时候就啊，嗯，都有啲眼湿湿咁样，系啊。有啲唱片公司已經係咪接洽緊啦？其實呢段時間都一路有同唔同嘅人去傾偈嘅，咁都有了解一下有咩唔同嘅可能性，同埋有乜嘢嘅發展嘅機會咁樣咯。咁但係都係傾下啫，有乜嘢都係要等下年先會落實咯。难得有段长假期，工作嘅嘢都系之后先再算啦。依家 Jennie 最期待嘅系翻马来西亚同屋企人见面啊！我而家都好紧张，即系好耐冇见佢哋，都系透过视像、透过相，咁可能睇到真人系会大家揽住喊啊！有冇话可以预告下几时之后就可以再见到 fans 咧，见到大家咧？我谂可能最快都要下年啦。系啊，我都会放假，跟住。希望在放假的期間，除了陪家人啊，探下啲舊同學啊，等等等等啊，親戚朋友啊，我都希望可以有時間可以寫下歌嘅，希望會有啲靈感可以寫下歌，咁啊準備之後翻嚟可以推出唔同嘅作品俾大家咯。會唔會趁休息呢段時間都完成下人生啲終身大事咁樣啊？冇即唔系，即系好笑，大家都好关心我嘅终身大事。其实冇嘅，我真系想翻去探下屋企人，呢个系 priority， 即系最重要嘅嘢咯。其实呢一刻我已经开始 pack 嘢啦，都开始 pack 啊，要带咩翻去俾佢哋咧？除咗带自己嘅新碟之外，会唔会摆埋男朋友落去啊？或者带埋男朋友去？我反而最唔舍得系我只猫，都可能会放假一段比较长嘅时间。咁我而家就每一日見到我只貓就要同佢做下心理輔導咯，都要交代咯，不停同佢講，嗯，我要放假啦，咁你乖乖啦，好快翻嚟噶，你放心啦，有人會俾嘢你食噶啦，會照顧你噶啦。會去幾？有照顧一定係揾啲貓酒店。唔會貓酒店啊，係啊，一定會揾一啲可靠嘅。人去帮我看住，系我的宝贝嚟噶。聪明的你，实知道呢位可靠的人是哪位啦？